情况，今天怎么没人来打饭啊？哇！哈哈，被我们吓到了吗？干嘛？谁让你经常为难我们？我们吃口饭容易吗？想吃饭？当然啊。想简单吃饭？肯定啊。不可能。今天打饭新规定，凭奥特曼变换形态打饭。奥特曼变换形态？没错，你拥有的奥特曼变换形态越多，饭越多。我先来。少了，下一位，我来。哇哦，不错呀！我迪迦可是有七种形态的奥特曼，分别是复合型、强力型、空中型、爆裂型、闪耀型、黑暗型、龙卷型。哎呦我去！迪迦呀，只有七种形态，给你半碗饭。大厨啊，你今天真漂亮，嘿嘿，有眼光，刷卡吧。哦，杰德一共有六种形态：原初形态、原始形态、钢然形态、机敏形态、豪勇形态、尊皇形态。给你的一碗饭。嗯？凭什么？这不公平！我乐意。下一个。该我了，哈哈，我欧布可是有十三种形态，分别是重光形态、爆炎形态、疾风形态、暗耀形态、原生之初三重形态、欧布原生、智勇形态、黄闪形态、闪展形态、磁域形态、荣光形态和暗黑形态。哦，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厉害厉害，这盆鸡腿饭都是你的了。点击下方抖聊视频，关注一下呗。